不再投生轮回，而所有那些追求今生欢悦的人，则深陷无尽的轮回苦海之中。如此深奥的远见能够深植于心，乃是时时全心关照死亡的结果。对死亡的全心关照，是一种如甘露般的良药，能够使你恢复健康，也是一个监督你修行的哨兵，绝不会让修行的戒律偏离正轨。